啊，两级抓上，硬要搞小老虎是吧？小老虎差一个兵身二。之前有用过的，之前有用过这个路子的。哎，就是红 buff 拿完直接来。不对劲，不对劲。他们在红方，他们在红方很喜欢这么玩。剑姬这毙了好亏啊，青钢也是没毙的。K 二一套伤害应该够了，乐乐的游走。两边 AD 感觉无所谓啊，来打卡的。你一波兵，我一波兵发下狱。哎，被顶断了，那走了。死了。好耶，这波顶。第二条小龙直接打了。两边上单都 AT 的。吉利自己的撞被勾给打断了。这波控制给的很漂亮。猪妹直接被秒了，动不了。哇，这波控制真的很漂亮，技能也没省。MOJ 下半区也能打，只能现在感觉 MOJ 只能耐心等钢影了，等钢影神分再玩了，赶紧等小龙吧，钢影这把没什么说法了，定了白菜还是叫出闪 ，Care 还差一下才能交大斩杀，好像斩杀不掉，把 Care 自己死了，自己死了，这还是交闪死的，这把又针对白菜，但是，对啊，他没点人、啊，自信，但。问不了，问就是自信。把小老虎打得很虚啊，把小老虎整得很虚。泰坦给大先秒，逛如梦逛梦，交出自己的闪，那加辽跑不了了，加辽卖自己，还交了个死。但青钢影来了，这把能跑吗？小老虎没有 W 了，直接死了。钢影有大招，做做 care， 防 plus 感觉要记了，这波打完。上半区炸完了呀！记了，记了，记了。前期联动了半天，这除了上路，大招躲 Q 操作一下，小幻波雪，但点燃交过了，但被 Q 的好难受啊，感觉死了，盾好了，下一个 QA， 小老虎找回场子，小老虎想抓小老虎，小老虎队友就在旁边啊。小老虎有点想卖的样子，算了，觉得自己跑不了了，算了，死了算了。干成这样，得到乐乐，刚才有大招，这波乐乐应该是不太好跑了，有闪现。啊？不让你跑，直接闪现冲拳，必杀你。硬杀。硬杀。这波乐乐是被击飞，感觉右边都不用交闪。逼勾勾过来，勾勾交踢了，这个位置 MOJ 得出来打，但猪被吃了大招，猪被定了，猪动不了，控到死，剑姬也被定了。这啊，大龙 MOJ 真有了 ，KL 想操作，没拉到一点。鸡好自然，我只能说好自然，肯定要接吧，选择很多啊。怎么说？青钢影来不来？踢了，踢的正面。来了，要接的。看一下开谁啊？开 AD 也可以。尬聊选择率先开团 ，KL 被秒了。四秒了。KL 被秒，只能看小老虎了。小老虎有没有什么太好的输出环境？豪夜被坐住了，跑不了。星夜交闪还是迟到，这个推。Okay, 接。到了，也死了。接，全都接。虎牙队这么强势，没啥机会，很绝望。直接买了一瓶健力宝。哎呦，很勇，知道这里有人，干掉直接给大，大招做出来，这波好夜跑不了了。推推两个，我白菜这个推有点帅的，一左一右推。逼出小老虎的闪，一剑没中。盲选和 BP 都给做掉了，而且是这种优势做掉的，真的不应该。没闪的，钢影死了。哎，钢影这里有点浪啊。对，装了。再摸个人就满层了。想要动乐乐，乐乐被开了，吉利宝直接嘲讽了两个人。青钢影来到正面，防 plus 能操作吗 ？KR 可能被秒了，小老虎想操作，操作不了。
只能走。嘲讽嘲住了，进化姐，男枪给了个大招减速，还要继续追，杀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扛扛扛，保护炮车。推推，下一波下一波兵来了，还是可以一波的。KR 还有十秒，一波了呀！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啊！我们要恭喜 MOJ 2-0拿下 FunPlus， 夸张，想不到，夸张 ，MOJ 2-0，想不到。我们预选赛五强呀，是啊，没问题的呀。那我们输的队都是直接进德杯的，但是他们真的有点厉害，说实话，他们也不知道该说是他们厉害还是 FunPlus 菜。FunPlus 这五个人，有三个是刚转会期刚那个新来的，夏露跟打野，上赛季不是这几个。如果光说 FunPlus 打得不好也不太公平，因为 MOJ 确实打得也很好，